面天亮了哦，大白要起床啦，哎呦要出去玩啦，哦哎呦每次哎呦每次只要不是在车里住，大白就撒娇叫起床，干嘛呀大白，起来啦，放狗出去，去拉个尿啊，自己出去玩去啊，哇出太阳了，天天出太阳哦，看看我们昨天的这个环境啊，哎呀真的是独门独院挺舒服的，大白呢，有云雾就更好了，撒个尿回去哦，撒个尿回来弄早饭吃喽，撒多一点，走回去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回来玩去了啊！找老朋友玩去了。没有吗？大白已经就位了。哈哈！咬个球声音哦，笑死我了。还没起床呢。无人机啊，昨天一直放在空调底下面吹啊。吹了一夜，啊，不知道有没有用啊？待会儿出太阳再去晒一晒吧，啊，哎，再让它晒一晒，再试一下看能不能用。揪心啊！早餐煮好了啊，哎呀，早上吃面条啊。昨天剩下的鸡汤，哇塞，点面条放点青菜，这个有点补了哈。又是一锅。对的。嗯。还配上紫薯啊，完美的早餐啊。小的碗，多吃两碗嘛，对不对？小碗就多吃两碗，给大白也吃点面条啊。这里还有老母鸡蛋。嗯。吃完饭，那大白玩一下。哎呦，开心的嘞！哎呦哎呦，大白这样能得到运动啊？你看他，他不要运动，他要回去了。哎呀，看来二白前两天爬山都不知道累呀，啊。对呀，挺有力气的嘛哈。终于了，还跑回车里去，车里才是家，好不好？嗯，坐在门口这里晒太阳舒服吧？大白在晒太阳呢，啊，晒热了的。无人机晒也放这里晒了一下。无人机今天给大家试一下吧。干了没有？昨晚吹了一晚空调，然后又晒了一上午的太阳嘛。嗯，我电池肯定是没用了，我换个电池看一下吧。哎，寄回厂家会不会好一点？我先试一下吧，寄回厂家的话，试一下可能不坏，试一下就坏了。不会，这已经晾干了都。里面没干。嗯。啊，你说能不能飞起来啊？悬。飞不起。因为我去咨询过他们那个大疆，对吧？这种建议的话，基本上是说是没啥用的。昨天拿这个内存卡的时候啊，内存卡这个泡水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把它甩干以后啊，还是这可以正常用的。嗯，拍的视频还在里面。嗯，但是我漏水的那一段，内存卡里已经没有了。开机。嗯，镜头动了一下。镜头动了。响了，他以前开机的时候他有噔噔噔，现在没了，对，现在没了，但是他镜头动了一下，你试一下，电条状态错误，断电，重启飞行器如多次重启异常请联系售后服务，电条状态错误，起飞不了，他就没救了，怎么办？哎，这样拍视频吗？哦，这样也可以拍呀，手动吊起来拍啊。嗯啊，手动啊，手动拿着拍啊，可以录啊，这个拿个绳子吊一吊啊。嗯，还可以录，拿个绳子绑起来吊啊。是它就飞不起来了，它录还是能录的，录能录啊，镜头没坏，飞不起来了，飞不起来了，已经去年的时候啊，
去年我们刚买的时候啊，我们还买了一个随行换的一个保险。今年呢认为飞了一年多都没有什么事情，就没有买。没想到刚过完两月就落水了。所以呢买这无人机啊，保险的话其实还是要买一个的。因为这种一个很轻微的一个失误或者一个很小的一个失误啊，对吧，说不定它就直接就炸机了。我们这也算是炸机了，炸机了。以后长点心吧，先寄回厂家看看吧。如果能修的话就更好了啊。修不好就再看看吧。